好吃的。这个是常来啊？蛮常蛮。多少斤啊？好吃。这里啊，这里的冬阴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嗯，我很喜欢来这边吃冬阴。它的环境比较安静啊。哦，你好，而且更精准哦。当然美了，我今天上来买的，他们有200多种的配件，我是不是很有品味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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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老板你好。大家好。听说你这里的华人炒印度面啊，几火烈了？乌央没央哦，乌央哦，你试试看，告诉我行不行？我来打锅哦。我们里面有加为蛋跟面，还有我们加那个对独特的酱料，这样搭配成我们比较美味的印度炒面。一碟印度炒面7.9块。这里还有很厉害的，这里会飞的蒙古鸡扒，不是，这个是蒙古鸡扒，不是蒙古鸡扒。鸡扒鸡肉是由烧烤，不是煎炸啊，纯100%烧烤，搭配我们自己 Garden Cottage 酱料，吃了入口即化，再加上我们的鸡原汁原味，跟外面的是一切都不同的，试试看。外罗汉，是不要。吃了会飞天的蒙古鸡扒，一碟12.9块。你这里的招牌面的面啊，经过28762下不停的扎，才有这样子的口感啊。我是莫西哥，没有啦，就只是扎两下啦。啊，我不扎。我们的面是由鸭蛋来制成的，是用纯手工去按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独特。洗了蟹。扎两下的 cottage 招牌面，一盘6.9块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莫客气啊。哇，先来背听啊！这莫非讲，我背不你行。喂 ，OMG， 这里背听吗？